回忆儿时酸酸甜甜的西红柿酱。这话呢，有这么个事儿你干过没有？是不是柿子酱？那肯定做过呀，每年都得做，你不做不行，要不然你冬天你上哪儿找西红柿吃呀？对，多的时候就那柿子一堆一堆的，怎么办呢？就开始自制柿子酱。发现西红柿中更多的营养秘密。现在的西红柿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个味儿，是，但是它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啊，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它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回忆童年趣事，吃出营养，更健康。健康饮食，服从投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振华。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，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。振华您好。铁峰您好。铁峰，临床医学毕业，中医养生营养师，国家一级播音员。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。哎呀，看铁峰老师啊，今天手里头啊，感觉造型啊，有造型，有派，对对，刚卖完西瓜，这个不错，打哪儿来呀？这是从家来呗啊。搁路上看见有卖那个各种帽子、遮阳帽的，现在太阳不毒嘛，我就买一顶。为什么要买这个呢？这也这么回事啊，我啊有朋友，我这朋友就是纯农村的啊，在城里没有房子，人在农村有一大片房子，每年到这时候吧，就愿意让我上他那玩去，因为这时候吧水不凉了，因为他家房后头有一片有条小河啊，那河呀就到小腿这儿，发水的时候能到腰，然后河面宽，河底呢还平，没有大石头，哎呦太好了，那最好是。哎，那水那才清呢，然后他家里养点鸡鸭鹅什么的，前面种点什么，这个农家菜什么的啊，喜欢让我去玩，但现在实在是忙了，哪有时间去呀？就是，完我就跟他说，今年等等再说吧。啊啊啊！但是来路上我一看见这个，这到他那儿去，我得有帽子挡太阳啊，先准备着呗，就买一个。看出来没有？什么叫心猿意马？这是迫不及待，下了节目抬腿就跑了，对，是去了。我是真想去，振华哥，你这话说太对了。你看你也有院儿，他那院儿比你的大，跟人家纯是农村是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去年我们家就是纠结了几个朋友，纠结，你一个去没意思啊，得从家具啊，带老人带孩子一堆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玩这个的，有烤肉的，干啥都有，是不是？到他那儿去，青山绿水，那感觉真好，瞅那天都不是一个色儿。最关键的什么呢？他家呀。有很多西红柿，就那个西红柿、番茄，人家那个柿子不是拿去卖的，自己吃，内部消化，自己吃的。哎，就是老百姓话说，没打过药，哎，纯绿色、纯天然，那熟透的，自己随便挑，按颗挑，这颗我不喜欢，长不好看，我要拿这个，还一掰开，不用洗，拿过来蹭一蹭，咔掰开起沙，哎呀。酸是酸，甜是甜，那味儿才好。我跟就跟穿越回40年前一样。用不着，你用不着像他这吸引到这种程度，是吗？我那园子里也有，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我刚才说了，我那朋友他家那个，人家有大棚，你知道吗？有大棚。那棚子那一棚子，你从这边进去，你眼看不到头，长老大的。你说你那小园子，也东西不少。嗯，你一共你才种几颗西红柿？我不瞒你们说，打几个果它都有数。我那回去的时候，我咔咔我摘两个，我这边刚动手，你知道，这心疼的。哎，我老弟，没熟的，没熟的，没熟的，再长两天。就是铁峰老师啊，在振华老师家那儿吃的，就是不太痛快。他又来了，不是说不痛快，振华老师关键是他一看你往院子里窜，他就跟出来了。不是跟出来的，就是人家说话非常有哲理。摘那个小的，我那没长什么，没熟呢，那青的清香，然后摘红的。我说这个你不是要那清香的，这个甜呐。有的那个一半青一半红的是吧？这个又清香又甜了，他就给你罢园了。你看是这事儿不？抠
镇去。我觉得不可能。人上次我跟莫凡人去振华老师的院子了，人振华老师随便摘，可大方了。就是可能是分人，这说明你只看着我。不是，关键你嘴急，你那不你是生的熟的，不分好坏了，不管老嫩，你就是直接拿着你什么都吃，这不行，你知道不？你等今年我上我哥们那儿去，我给你带两筐回来。哎呀，就带两筐。哎呀，我别看都是自己种的啊，味儿不一样。是啊。行，那我就等着，我看看能不能吃出咱们小时候那味道，好不好？要不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西红柿吧。哎，他这一说还真勾起了我不少童年的回忆。我看行，今天就说西红柿。咱们小时候吧，啊，这个西红柿，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北方常见的这个蔬菜，这个食物是吧？对对，常见。那时候也不知道有番茄、西红柿这个名字，反正就叫洋柿子。对。过去还流行一句话，怎么说？知道什么叫没有一碗柿子鸡蛋面治不了的病？有这事儿。啊，就是说一生病必须吃这个柿子鸡蛋面，吃这个就是什么病都治，真有这事儿？怎么的？就是不生病吃不着西红柿？哎，他说的不是西红柿，说的是鸡蛋，主要重点就是鸡蛋。到底是啥？不只是鸡蛋，那面条也是西红柿，你知道吗？也是西红柿。哎，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上顿下顿嘛，棒子面、高粱米，见不着也不是。你想吃这个怎么办？馋了，生病，装病。妈，我鼻子不通气儿，太轻了，是吧？然后在哪儿晒完，身上还有点温度。妈，你摸我发烧了。老太一看着急了，哎，赶紧西红柿鸡蛋，哎，吃完了，整点吃完了，哎，马上就告诉我好了，好了，就是想吃这个得热乎劲儿一上，就是馋病，就是。我现在也爱吃西红柿鸡蛋面，我不是因为像你们是馋，我是觉得做着简单。他是懒，对，我是懒病，就是不做菜的时候下点面条。你别说我们馋，你要是像我们同样那个年代长起来，你得比我们俩馋多了。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挂面，我在农村长大的，没有挂面，就是手擀面。但是你也不是你每次装病的时候家里白面都充足啊，就没办法的，还得有时候还掺点玉米面什么的，但是也好吃啊。做西红柿鸡蛋面，你还得往里加糖呢，甜的呀，甜味也是稀罕东西啊，那不是想吃就吃的。那时候有的时候一家人四五口人，一年可能也就是一斤二斤糖。对对对，要有个西红柿冰凉的，紧八凉水蘸完了之后，再有盘白糖蘸着吃。哎呀，哎呀，绝绝子呀！我太高兴了，我现在。反正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对西红柿的记忆点太多了。对，那个时候哪有大棚啊？对，没有，吃的都是应季的。反正东北这边是这样的，夏天一到，能吃的东西比冬天多得多。对，而且呢，西红柿那时候产量挺高。那都按堆儿卖啊，这一堆儿，这一堆儿。这个稍微红一点的多的，这个大一点的贵点，这就一毛钱一堆儿。还有那个小的零零散散的，还有那个裂口的，就是对，裂口的五毛一堆儿。再有的都已经变软了。哎，然后呢，就是这叫什么呢？是就沈阳话叫八堆儿。哎，就是这堆儿多少？这一堆一毛，这堆五分。有那个老光棍四十多岁没娶着媳妇儿，看着啥时候那媳妇儿要这么八堆儿卖多好。这是肯定你相声门用过这个。哎，不过确实，那个时候的西红柿跟现在的西红柿不一样。这么大，细长的，对，这么粗，哎，这么长，啊，有黄的，有红的，对，也有这个青的、绿的，对，哎，然后呢，起个尖儿，哎，反正味儿都不错，对，没吃过。还有一种柿子。叫贼不偷，就我说青的那个，就是青的，青的就是没熟，它永远也不红，不是没熟。为啥贼不偷呢？他以为他没熟，但实际上他吃的是酸的，所以他不偷它。所以这个青柿子熟了以后啊，它就微微发点黄啊，这个口感和味道，我觉得比那红的更好吃。其实我小时候吃柿子还没，总爱说啊，有的时候吃急一口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对面不能站人，这一口下滋，微微就一身，是吧？
就是嘴急嘛，是吧？如果嘴不急，把羊柿子放在凉水里拔一会儿，那像铁峰老师说，那口感，水果啊，那是又甜酸甜解渴，又凉快，清凉可口。这话呢，有这么个事儿，你干过没有？是不是？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干，我估计你干过。嗯，柿子酱，那肯定做过呀，每年都得做，你不做不行，要不然你冬天你上哪儿找西红柿吃？对，北方没有。那西红柿它是时令蔬菜嘛。每年夏季它丰收，入秋它就拉了秧了，就败完了。对，冬天能吃的蔬菜就是老三样：白菜、萝卜、土豆，而且都是菜窖里储存的。在菜窖里拿出来，冬天吃那个，那羊柿子根本就看不见，放不到那时候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大伙就动脑筋了，怎么才能让它这个冬天的时候、过年的时候还能吃到柿子呢？就开始动脑筋想办法，没有冰箱，没有罐头的，就那时候多的时候，就那柿子一堆一堆的，怎么办呢？就开始自制柿子酱，那一瓶一瓶的，那玻璃瓶。哎，老师，那如果自己做这个番茄酱的话，它是不是就容易坏呀？放防腐剂，这事儿我都考虑到了，这都老有经验了。我跟大家讲啊，那个时候要是想自己做这个柿子酱哈，首先得弄这瓶子，对对吧？对，必须是医院里，就是。挂水的那个瓶子，挂水是南方的说法啊，北方叫打滴流，打滴流，北京叫打点滴。输液瓶子，那个时候输液瓶都是玻璃瓶子，咱们现在看的输液瓶子那都是软包装，都塑料的了。那时候全是这个玻璃瓶子，然后用那个胶塞儿是可以反复用的啊。那个这不能用广口瓶，广口瓶集不住气，它漏。这个瓶子拿到家之后呢，得拿开水煮。要煮很长时间，怎么也得40分钟啊！煮这段时间，就是连刷带洗都清洁了，对吧？再消毒，然后这柿子干嘛呢？切条，切条之前呢，得拿热水烫一下，把这皮揭下去，然后切完条之后，把这瓶子也消完毒了，塞到这口里，顺完了之后吧，它那有一半液体，一半固体，这个时候还得再杀一次菌，这个时候就得什么呢？把胶塞和这个瓶子。都放在锅里，这就是隔水蒸了。这也需要时间，而这期间呢，西红柿就熟了。哎，然后再把这口封上。哎，口封上之后还得插个针头。为啥插个针头啊？对呀，你温度升高之后，瓶子里有气儿，对，把气儿放了，保持内外压力平衡。然后出来之后把针头一拔，胶塞不就排上，堵上了吗？然后再得想办法封这个瓶。对，哎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西红柿颜色就开始变深了。你新鲜的西红柿颜色是很鲜艳的。蒸完了之后装里边就有点发暗了。反正，这一套程序啊，挺复杂。尤其是最后封口那块儿。对，封口。你看那个铁峰老师说，这个他就那么多瓶子，我听着这太壮观了，这场面。但是他父母是医生，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瓶子，那都平时攒，有病的时候。攒的求人啊，还有求人要的，弄好之后那特别珍惜啊，那就是，然后得压紧，这冬天时候还有胶布呢，还封口呢，封口有用蜡封的，有白胶布啊，对，有用白胶布封的，是吧？反正这么说，冬天时候你听到谁家屋里传来砰砰的闷响声，那就是那个柿子酱啊。装太满了，或者是蒸的时候进水了，就发酵它就有气儿，胀气儿了啊！吃的时候就得快开快盖，要不然过两天它就坏了。那玩意儿吃的时候啊，一次基本就开一瓶。往里装的时候容易，往外倒的时候费劲了。你像一丝一丝的往外拽，头小啊，那时候就得。你看您这么一说，我这眼前就全是画面，是吧？在过去，在能在冬天吃上西红柿酱，那就是极其美味了。对，不像现在，甭管是39啊还是49，只要你想吃，别说西红柿啊，就南方的，就鲜笋什么的，咱们东北都能买到。对，而且现在市场上卖的西红柿也都漂亮了，个头均匀，啊，样子好看，那个光亮，就是。但是我空嘴吃它就是没有以前的好吃，主要还是味道。感觉它就现在的没有西红柿味儿。这话两层意思，我认为正华老师的意见，就是跟你们年轻人说，珍惜现在吧，对，多好啊！就现在和40年前比，真是突飞猛进，天翻地覆啊，真是不一样了。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了。就是现在的西红柿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个味儿，是，但是它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啊，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它还有
很高的营养价值，它营养价值没变呢，它依然富含各类维生素和矿物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更重要的是啊，不管是生吃还是你做菜，它都能够保留下自己独有的那些营养成分。西红柿又叫神奇的菜中之果，哎呦，就是因为这个啊，西红柿如果在适当的情况下量要掌握的好的话，还能利尿，利尿就能降血压呀，对不对？西红柿它独有的物质叫什么？叫番茄红素，它能抑制细菌，它有苹果酸，有柠檬酸，要它能有那个酸味呢，是吧？还有各种糖，它就能够帮助消化，而且西红柿里最重要的有非常丰富的钾啊，含钾，哎，钾和我们身体里的钠是要保持平衡的，如果钾少了，钠就多了，钠多了容易得高血压呀，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，而且钾低到一定程度，人可能走到咕咚就晕倒了啊，很危险的，低钾是很危险的一种病啊，所以说适当的补充一些西红柿，就能够保持人体里钾的平衡，就能够促进尿液当中钠的排出，这样呢就能够让血压保持平稳，另外这个钾可以软化血管，它可以降低压呀，可以降血脂啊，啊，西红柿里那个有机酸能软化血管，能促进钙呀、铁呀这些金属元素的吸收，哎呀，那好处。你看，你看，铁峰老师一提这个西红柿，在嘴里滔滔不绝，你讲话专业了，好处太多了，没别的了，是吧？铁峰老师，今天营养菜，咱们就西红柿吧，西红柿行啊。是吧？那这但是，咱可别西红柿炒鸡蛋。我对对，就怕他弄这个，是吧？啊，这高高的，这么好东西你们还不吃？不吃就不吃。今儿给大家呀，推荐一个能健脾开胃、消食导滞、益肺养肾的益红二白。益红二白，我现在啊就把这个做法给可心发过去，让他来为大家展示。养肺益肾开胃菜，只用这一红二白。一红二白，这一红啊指的就是西红柿，这二白呢一个是鸡胸脯肉，再有一个就是去皮的山药。血脂血糖高，吃它更营养，它的抗氧化作用那比维 C 和维 E 都高，而且高几十倍，那么它也就能够减少高血糖状态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。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。铁峰老师的独家小视频在快手上发布了，想要了解更多健康小窍门，可以点个关注哦。首先打开快手，在右上方找到一个放大镜的图标，点击图标输入铁峰帮你忙，查找用户就能看到铁峰老师的视频了。点击视频，在右侧头像下方点击加号，就可以关注铁峰老师了。更多独家营养菜、健康小窍门等你来看。可心儿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心。今天呢，为您带来的这道菜叫做一红二白。这一红啊，指的就是西红柿。这二白呢，一个是鸡胸脯肉，再有一个就是去皮的山药。然后我们将鸡脯肉切成片儿，在切好的鸡胸脯肉当中呢，加入少许的精盐、白胡椒粉、料酒、一点点的清水、少许的鸡精，搅拌均匀。搅匀以后呢，加入少量的干淀粉，再次搅拌。好，搅匀即可。我们将西红柿改切成滚刀块，将山药呢切成菱形片儿，